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小强老师帮大家来讨论一下，说这学期我们邀请的那个这一系列讲座背后的理论和管理意涵。首先就是说，因为老师今天很荣幸的请到我们的思源基金会很关心交大学生的周执行长来莅临现场指导，那我们还是请周执行长先简单为我们讲几句话。小老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非常高兴算是第三次来跟同学一起走完这个 HC 的课程哈啊，针对 HC 的课程，对我来讲，断断续续从肖老师给我的资料，还有前两场是在现场跟各位一起感受那个氛围哈啊，我真的深深感受到说这个课程本身的一个深度哈，或者所谓的这个老师背后的用心哈。是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啊！姑且大胆的说，敢称为叫做 Recreation 这样的课程，来称为叫做新创院活自己啊。主持者肖老师本身如何自己先所谓的什么以身作则，或者自己先验证啊？啊，各位同学也都可以从各个角度点点滴滴去检视啊。肖老师本身是仅仅只是口头上讲一讲啊，努力同学们要这样这样这样啊，这不是我的事啊，但我不是这样子啊，你可以大胆的检视看是与不是啊。当然相对的，姑且说敢开这样的课程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决心啊啊，包括也想改变自己啊，相对的也想把改变自己的这种热忱这样的一个心呢，来带动给更多人，大家一起改变这样子。因为只要每一个个体能够往这个方向改变，那绝对是会对社会创造出很大的价值啊！除了你个体生活啊各方面的一个带得走的一个能耐啊习惯之外，觉得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带着一辈子用不完，乃至你在后续的路子里面啊。不管您有机会，一定有机会，只是说在不同的时空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比方说上班也好，或者说是有机会创业也好，或者说成立家庭啊，成为父亲成为母亲啊，乃至周围的人家也叫你阿姨啊什么什么的，那一个人有非常多的 title 啊有不同的角色，那各个角色之下，各个角色的名字呢都有所谓的社会约定成熟的一个期许，或者所谓的对那个角色的一个看法啊，最最核心呢，就是所谓的 HC 这样的一个理念，能够支撑着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内涵的养成的话，那我相信会感受到一天24小时不够用啊，醒来之后就赶快要去所谓的渐进的去落实心目中想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或者所谓那个项目啊，也就是所谓说360行，或者说是现在新的科技啊大环境，所以恐怕我们早期讲的360行已经不足以涵盖啊，因为会产生出更多更多的新的项目出来这样子啊，每一位都是不同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喜欢的，愿意所谓的长期的所谓去发挥你的力气，发挥你的精神啊等等，那真的是一个会过一个很棒的人生啊！啊，当然我讲这样的话，各位比我的孩子都还小啊！啊，我是1951年出生的，啊，在本校念完电子工程，62级毕业，随后也念本科所啊，拿去当兵、就业等等等等啊，一路走过来啊，真的感受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内涵的人，他就是我刚刚描述各位的这种情况啊。那当然各位能跟我接触的时间绝对短于肖老师啊，所以你也可以不必客气的检视看看啊，看这位学长是不是有活着而且吸了一点点某个程度的样子啊，有这样的内涵啊。啊，当然我一直也在姑且说是在修正啊，或者一直在一路在学习啊。那以上我所讲的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算是标杆，或者是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有机会跟具有这种热情的朋友，
来互动的话，那真的是很高兴，也是非常享受的啊。那我讲一下，我自己是2005年，民国1994年3月的时候，在我服务的26年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算是申请提前退休。啊，他在找我做一些 part time 比较，同时我就被周边的朋友邀请说，哎，有一个事情，你不能来当 volunteer 啊，有那个事情等等。所以我今天比较花时间的就是我们交大学长们20年前所成立的财团法人交大资源基金会啊，我在这边担任一个角色。那另外有在新竹地区的企业经理们、经理人所成立的社团，叫做新竹市企业经理协进会啊，那也在这个社团帮忙担任秘书长的角色啊。那基金会这边是担任执行长，所以就让我在这样的角色之下，经常会所谓的去见到啊，不管是对方因为什么关，因为知道什么讯息找上来，或者是我知道什么讯息找到对方啊，啊，谈起各种大家共同关心的社会价值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啊。我就是目前的生活方式啊，大概是以上跟你各位朋友讲。那我跟我家人讲是说，哎，当时在商量说，哎，我是不是适合提前退休啊？因为提前退休表示什么呢？经济收入啊，会这个大量的这个不见啊，或者说会萎缩很厉害，要家人能够共同来所谓的搭配啊。我很高兴，也有那么福报，家人是支持我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就把钱拿去换回时间啊，换回比较自由的时间来。只是没想到换了角色之后呢，不是原来家人所想的，可以经常就是所谓窝在身边啊，窝在家里可以去陪他们干嘛的，也没有啊。那就在 A 角色之下，有0点多的时间要花费 B， 要0点多，这些整个加起来也常常大于我以前全职的时候的这种情况啊。那当然过程当中，因为组合工作的组合的，就是一天出去回家内容的组合，跟当时全职的时候的组合是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因为里面的变化绝对比全职的时候的变化大得非常非常多啊。啊，以上是一面介绍我自己走过来的断断续续的一个情况，让各位更认识我啊。啊，回到核心的这个课程啊，当然我们很期盼老师这样的用心啊，那同学们有感受到的话，那也能够把 HC 的精髓啊，能够注入在你的脑海里面，能够相信它 buy in 啊， buy in 开始，那绝对不是你已经做到了啊，你已经做到了，这还是需要有时间所谓的去调整你原来的积习啊，你原来的习惯。不符合 HC 的习惯，你要去调整啊。类似老师前段一直讲说，同学们要能够所谓的主持到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乃至我第一次跟见面，也站在学长的角色，期勉大家哈，就说这个上课就是上课啊，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这在公司里面是被要求的啊，而不是说可以这个上班时间他在做你的事情，那等同于偷取公司的时间，你偷取公司的资源，因为公司跟你讲说一个月要付你 A amount， 可没有跟你七折八扣啊，而是全数的如期的给你。所以对，在整个互动关系上面，这些最起码的遵守的界限都是需要的，都需要的啊。总之，我想重点就是说，你能够buy in HC 的内涵，你自己也告诉自己。或许比较严肃的话说，花院啊，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迈进。那今天还不是，那老师绝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就渐进的，一直在这个类似北极星的引导之下呢，自己往那个方向逐渐的迈进啊。啊，更好的是，你有左右边的所谓同修啊，啊，彼此就在过程当中互相勉励哈，互相勉励。那这样子，在自己怠惰的时候啦，在自己有点疏懒的时候呢。有这个所谓的同修呢，能够提醒你啊，还是你看他同修有继续在精进，所以你自己的代购就相对的会缩短等等啊。举这一段也把一小段这个例子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有一个机好久了哈、啊，有一个机会
那个算是在上班期间，同学们那个同事们安排一个算是旅游啊，那到一个寺庙过夜啊，啊有安排清晨的所谓的到佛堂那边去，也算是打坐，也算是所谓的静下来这样子啊。啊，在那个场合呢，我自己因为平常没有这个习惯啊，所以稍微盘腿之后呢，一下子就会受不了啊，就想要动啊，那也不好意思在那个男装女的那个场合，那个不太像话这样子，那眼睛就瞄一下隔壁这样子，哎，隔壁的这个所谓同行的同修呢，哎，还蛮端正的啦，蛮好的，那我就自己说我不行，我不能懒散啊，所以就告诉自己再勉强一下，再勉强一下啊，那终究就顺利的所谓的完成了那一段台程里面的所谓这个进修，包括所谓的静下来的这个时间，那下去之后呢，大家在聊天啊，那大家都彼此想说，哎呀，某某，我看到你好厉害哦，你都能够蛮支持很久的时间。他说才不是嘞，我是看到你还在支撑着，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所谓的懒散这样子啊，那这是所谓的共修的力量这样子啊，啊，假设你独自一个人，恐怕还蛮容易啊，脚酸的啦，或者说不习惯，就马上要回到你的康复的波重。你的习惯的地方这样子啊，有同修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效益啊，不同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啊。总而以上是我中的这一堂课以及老师的设计，同学们的学习啊，以上是我的算是一些观察以及我的一些感受啊，先起抛出来来分享给各位这样子啊。我当然还是要继续学习的啊，虽然我比各位师长好多好多好多岁哈，但我仍旧是需要去学习，因为我理想那所标榜的这个 HC 的这个内涵还是有一大段距离的啊，但是就是一直在这个引导之下，对我来讲要再继续学习这样子，那就祈勉大家我有机会跟这么年轻的朋友来共同学习啊，当然也做个小广告，各位有方便时间以及有事情要讨论的话，那绝对非常欢迎啊。拨碰到这个浩然图书馆的 B1， 就是交大师源基金会跟学校租的一个小办公室啊。啊，我是没有每天全职到场啊，你有事情可以跟我联络，那约好时间，那我一定会到场。还是你刚好路过周边也试试看，看有没有在场啊，或者留下话说你想找我这样子啊。那举个例子，好像是上一堂课哈。有一个非管理系的同学哈，他提到说，对不起，我也没记得他的名字啊，好像是叫马志成啊，他说有一个话题在问当时的 speaker 啊，关于他目前有一个攻读的机会，那要怎么办啊等等的事情啊，后来那同学事后也跟我联络上了，我们也谈了很多哈，这是我的一个例子。所以假设各位同学同样的有这么觉得我可以跟你聊聊，对你某一个话题有所帮助，我绝对非常乐意啊来见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子啊。以上是点滴跟各位分享的。